是哪边送哪边剪。哇，这是这是剪线刀哎、欸！哇，这超赞的、欸！这是里面最棒的东西，只是它怎么超油？他可能觉得他会生气。小刚到底是怎么把它钻进去的？让我看看。哇！哇，超赞的！这剪刀怎么那么厉害？傻眼！太赞了吧！这拿来我拿来剪线，还不错哎。傻眼！拿这个来剪头发。我看不到你动的。你看起来很可能。这手有点难动。什么鬼呀、啊？我就需要开个灯。结果你就按到那个开始缝人，你这手什么鬼啊？要把针锁回去啊！那、欸、你看起来根本没有在锁啊！但锁不到那个洞那边去。我玩。小到爆炸、啊。可以缝我。能动，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可能我手残。这个要先钻呢、啊。哇！你进去。超难做。你把整个都拆下来。嗯。你把整个拆下来了，那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那个洞就穿不过去。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是的、欸，可以啊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哦，那你把针拿来。看起来你有手，针，把针丢到哪里？这里啊。哦，这里呢？这个是，啊？怎么样？这样子、啊，粗的那一头是往上粗。这是什么结构啊？然后呢？这样子，然后呢？看说明书啊。这样就可以开始缝了吗？看说明书，我不知道。这种事我也看不太懂说明书啊。太酷了，哈哈。他的图很抽象哎、欸。说明书不是都长得很抽象？不是，可是他重点是他的步骤超级超级多啊！我根本超乱，看不懂穿线缝法。他没有教你编东西，就是在这里啊，就是在这几页啊，其他都是就是开关啊，什么一些机器的东西啊，这个吗？拆卸缝，对啊，都在这里啊，但是我完全看不懂啊，第一线放置、哦，他有教你收线，倒车收线哦，教你怎么把线固定，你说就像打结那样啊？对啦。没得看。绕线，那绕线又是什么鬼？绕线，绕上面这个吧，就是把上面那个打下来的。我看起来像在看经文一样，我什么都看不懂。搞不好看经文还看得懂。什么？看他，我就把一块布丢上去，然后看他会发生什么事。他可能就会可以开始穿了。这个要再拿出一点吗？以防万一。他说要留15公分呢、啊。线从前往后穿机，线尾约保留15公分长。15公分长有点长哎、欸。15公分，两小时。啊，刚刚。我没插电。啊，那这个是要上面吗？这个，我其实没有插吧，对不对？先插个。
你转到转到鼻子，我怎样？他就打一个结吗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看不懂。嗯，下面那条线是怎样？你继续转啊！那怎么跑到下面去？哦，它出来吗？怎么啦？你是不是转错方向啊？还有方向？这里、啊，你看出了什么？看起来有在动啊！下面那条线是哪一条？你看懂？你继续转回这样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我不知道，那你就把线，那你就把机器。哎呀，你刚刚那一片怎么也不见了？那一片？我第一个，那你就把它转上去一边。可以的。应该是有卡住。这怎么松开呀、啊？后面压一下。那它会自己卡住哦。下回。然后这个放下来，但你布没有放进去啊。那、啊、这样子就可以开始用吗？这个你需要另外一块布吗？可以找个布置。没有，我只是随便乱来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但它长得好乱，我看它不懂。我先对对对。你可以玩那个踏板的、啊。你先。有插电吗？没有，没有插电。你可以玩那个踏板，是不是？我先把这个搞懂，到底是怎么用这一玩踏板。踏板。但踏板比较不会失控吧？他比较，就你要停，他就会停啊。你比较不小心会踩到。他没有很好踩，我觉得。对，这样就可以开始了。是啊。只是开始是怎样？What？ 无法理解。然后呢？我就是。就是刚刚长那样。怎么？他不是叫你收心。哦，我忘了收心。啊，这个裤子是这样，只是一个丢。那个是 daddy 的，但妈妈一直把它丢过来。啊？那这样子，那头的部分也是头的部分先收线吗？的意思吗？头要收线吗？啊？那不然头的地方要怎么？假装没看到。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看说明书后面写什么、啊。你不是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没玩过。没有人玩过啊。对啊。